蚩尤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蚩尤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，他是上古时代九黎部落联盟的领袖，骁勇善战。蚩尤本和炎帝同属一个部落，因矛盾而离开炎帝自行发展，曾与炎帝大战，把炎帝击败。于是炎帝与黄帝联手，在涿鹿与蚩尤展开激战，最终将他擒而诛之。蚩尤死后，其部众大多融入了炎黄部族，形成了华夏民族。在上古时期，蚩尤带领部落族人兴农耕、制武兵、创百亿、明天道、礼教化，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。